大家好，今天做了好吃又下饭的烧茄子。首先准备好茄子，再用刮皮刀削掉外皮，然后切成滚刀块，全部切好放入盆中，加入清水清洗一下，洗好控干水分，加入玉米淀粉，抓拌均匀，碗中放蒜末、盐、鸡精、味精、十三香、白糖、生抽、香醋，加少许清水，放一勺玉米淀粉，搅拌均匀备用。油温七成热，下入茄子，炸至表皮金黄酥脆，捞出锅留底油，放入青红辣椒翻炒，然后再倒入调好的料汁，熬至浓稠，放入炸好的茄子，然后再用大火翻炒，收汁出锅装盘。超级好吃又下饭的烧茄子就做好了，家人们学会了吗？学会了记得双击收藏哟。